好，所以讲到这样的金融政策，我们在讨论红中秋的案件，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公平、不公理，不知道正义真相在什么地方。但对国内金融业者而言，何不尝何尝也是如此啊？这么一个的台北富邦银行并北银这么样的顺畅的情况之下，到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金控公司了，赚钱赚很多，前进大陆也非常认真。但是台新张营八年到现在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果，财政部、金管会在这还在持续的踩刹车，却说不清楚、讲不明白。所以邱宇老师，这头我们刚讲到底是不是关系好比较重要，还是呢我们政府就是因人而异？那叫国内金融业者如何遵循？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哈，金融若不顺畅，这个经济是发展不出来的。所以马总统说我们是闷经济，闷经济要先使金融活起来，金融活起来就要有一个一致的标准，让大家有游戏规则可循嘛。可是你金管会主委陈玉章，你对富邦是一套标准，对别的金融业者是另一套标准，你会让很多的金融业者觉得我在这个市场里面没有游戏规则，而且你主管单位说变就变，你主管单位独厚某一人，而对其他人却是另外一个高门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台湾的金融怎么有钱？